OK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杰森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做一次面条第四集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便当菜，应该算是有史以来我觉得算最简单的一集，没有跟第一集一样简单，就是我们煎了鲑鱼排，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小黄瓜炒肉丝，然后里面会附加一些美白菇，然后跟两个荷包蛋，就是非常 easy 的一餐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应该可以跟第一集一样，非常的精简，非常的简短，就速速给它带过，这样就好。OK， 还是记录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先去买一下我们的鲑鱼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小辣椒，待会见，拜拜。今天的这个午餐是不是超饱的？很饱。柳阳今天跟我说要吃多一点，应该说昨天还是前天，因为他以为今天会很忙，他说要吃多一点，这样才会饱。结果今天一点都不忙，就要今天吃一个超撑。对。对啊，今天那个这个细心度是贴心度应该是 OK， 慢慢把那个鲑鱼的骨头都挑掉了。贴心哦。好贴心哦，好敷衍 哦。如果有八分以上，就亲一下。那我再跳。干，好啦，那反正就是还是 OK， 是 OK 的嘛。
嗯，那、啊、今天那个，哎、欸，重点是今天小黄瓜那个，可不可以？还行吧。可以，菇类可以多一点。你自己叫我用半朵的。我以为会很多了，半朵结果只有一点点。好了 ，OK， 那大约这样子吧。那我相信应该是有八分以上，他只不好意思亲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。我、哦、不管啦，那就这样子、哦、我们今天这比拼应该蛮短的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比一个赞，哎、欸，露个牙齿，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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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比一个，哦，再换个角度，等一下、哦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我换正面的，用正面的，再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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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呀、啊！Hey!